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 Stan。 演员 류준열 首次 공개 탄起了 与 한소희의 恋爱 及 分手 후 引起的 争议。 5月 10号 류준열 在 首尔 一家 饭店 参加了 Netflix 原创 系列 The A Show 的 制作 发布会。 当天 류준열 就 换成 恋爱 争议 表示， 在当时的 私生活 争议 中 与我的 意愿 无关， 在 SNS 上 出现了 各种 贴文， 我认为 比起 回应 对此 保持 沉默 并 承担 由此 引发的 批评 是 最好的 方式。 류준열 在 与 한소희 공개 恋爱 2周后 的 3月 30号 宣布 分手， 因为 他 从 2017年 起 与 歌手 兼 演员 Hedy 공개 恋爱 并 于 去年 分手， 因此 当时 就 引发了 换成 恋爱 争议。 然后 对 于 票率 争议， 류준열 表示， 我也 认真 阅读 了 与 高尔夫球 有关 的 批评 性 舆论， 这 成为 了 自我 反省 的 契机。 这 期间 是 我 出道 以 来 最 烦恼 的 时期， 因为 这 是 我 个人 的 事情， 我想 在 我 私人 场合 或 采访 时 再 谈 比较 好， 因为 这 是 류준열 首次 对 该 争议 发表 了 自己 的 想法， 所以 马上 就 在 韩网 引起 了 热议。 因为 事情 稍微 平息 了 一点 才 开口 了， 如果 沉默 是 最好 的， 那 你 现在 为什么 要 说 这些？ 两个 女孩 受伤 了， 网上 一片 混乱，你认为只有你保持沉默就可以了？那不是沉默，而是逃避。李俊杰是聪明的，不管他在哪里说什么，都一样会被骂的，不需要特地出面道歉，难道还要装一下吗？又不是犯了罪，男女问题干嘛要插手？这次都是因为你女友忍不住说那些话的错。既然是成年人的恋爱，那就算了。但是从大师赛高尔夫球引起的嫖率争议呢？争议都那么大了，他还去了那里？这才是问题所在，真是太可笑了。如果他在适当的时机做出了只有他能做的回应，情况会是这样吗？只是因为自己不想在那种情况下被骂得更惨，所以选择逃避，现在还有脸说这些？说的对呀，公开要求澄清这种私人话题本来就不合理。对于李俊杰对相关争议的发言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下个消息是，一位网友发布了标题为让粉丝们感到焦虑的 UJU 所属公司的近况的贴文，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。这位网友表示，所属公司到底在做什么？从二月初起没有行程，从三月底起没有发布 YouTube 影片，从一月底起没有发布罗比二期的内容。 UJU 参与的罗德萨达加的妈咪阿尼亚在2024年3月26号就发布了，公司却没有在任何 SNS 上发布。 UJU 的官方 IG 的最后更新也是去年10月的生日祝贺。UJU 所属公司是扛丹尼尔设立的 Connectiva， 听说那边已经挂牌出售了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 UJU 粉丝们也觉得很无奈吧，因为我是扛丹尼尔的粉丝，我也觉得很郁闷，他过得好吗？感觉已经半年了，今年在 IG 上只发过两次限动，之前还在粉丝俱乐部的 APP 上发过文，但那个 APP 几个月前就消失了。我是粉丝，确实感到闷闷不乐和难过，但这段时间 UJU 一直都有稳定的使用 Bobber， 五天前还像是不想让大家担心似的发了讯息，他本来就不是那种轻率发言的性格，所以我相信他，但现在的情况还是让人感到难过。老实说，看到很多胡乱猜测也感到不舒服，毕竟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。对于 UJU 粉丝们的担忧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位知名网红 TenQ 看了之后自己一个人笑了很久的短影片。孩子不是因为被吵醒或困而哭，而是想要亲自解决问题，真的很神奇也很可爱。为了打人费一大把劲站起来的样子太好笑了，打击感、反应还有旁观者的爽快感，这一切都太完美了。希望大家今天也是充满笑容的一天。